由庸生佑、金湘起、申淳浩主演的《十八岁的瞬间》22日举办制作发布会，才刚开场，大家的注意力就被打歪了。아니셔츠를깜빡하고오셨네요예왼쪽부터바라봐주시고요예아정말오늘많이덥죠예좋습니다자유로운모습좋습니다예가운데도한번바라봐주시고요예아이고아자꾸그렇게몸을숙이시면而除了申淳浩之外，今天的庸生佑也是很呆萌。김양기씨훈훈한두분과지금아세분이라고제가할게요예훈훈한세분과예예지금함께하고계시는데소감이어떠신지요예네 처음에는네 네김양기씨께죄송합니다예아니웅성우씨가대답해주셔도좋습니다예김양기씨도충분히훈훈하죠예웅성우씨대답해주세요예세분과함께하는지금소감예只能说实在是太可爱喽。而被问到 1&1 成员是否有互相打气，这团队慢慢的回答，粉丝又要被感动哭啦。예고편이나오면은이제아예고편봤다재밌을것같아서본방사수하려고한다이제지훈이여쭤보셨던것처럼지훈이도이제방송나올때꼭저도챙겨서보려고합니다 멤버들이있을때는굉장히편하게멤버들에게감정표현을했었다면은그것을이제제안에서꽁꽁이제뭔가가지고있어야하는것들때문에아되게외롭다연기자로도전을하게되면서어느순간부터는그외로움을조금받아들이고잘이제적응을해갔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이제연기자도전을하면서도굉장히좋았습니다那就期待勇演员的表现喽